子都不会犯错吗？我没有吸毒过，也没有外遇过。我看到这女的跟范永哲在停车场。爸，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晚回家？并不是每个小孩都是父母期待下出生。你是富二代，人生设立怎么讲这种话？我们的事要让别人知道。放过我好不好？这里的人都这样子吗？当你没有利用价值，没有人会留恋的。我希望你可以帮我。只要他状况稳定，这一切都值得了。只要你答应，我会保守你跟你女儿的秘密。债真的还完了吗？去怎么呢？我们就演下去，也许能够改善我们的心声。我怕你要给这个家带来什么麻烦。若不是你，我们需要搬来这个鬼地方吗？十五天，我知道我欠钱，但我这是为了理想。我们永成哥有什么把柄被你抓到？只要好好读书，回来就可以当个 CEO。只要为你的未来好，怎么样我都可以忍。你觉得你现在很自由吗？你把人玩到社区，你什么意思？今天就算没有王佩慈，我一样会有你。爸，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晚回家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假的，这一切都是假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眼里只有他。你还记得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吗？我跟我爸有看过你的比赛。宋林，你认识庄逸文吗？不认识。我们的事要让别人知道。给我你手上最好的货。高材生，高材生，高材生！你现在只要好好读书，回来就可以当个 CEO。陆阿姨的儿子，大家是不是交往方式？有钱就是任性。所以你是我的希望啊！我累了。就让我们欢迎台湾之光江振明。你的大联盟合约应该已经。证明今天是怎么一回事啊？除了棒球，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。我觉得你只是压力太大。我们决定明天召开记者会。恐怕如果被发现，我得了多少失忆症，可能就没有办法投球。